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《哥哥仔》，你愿不愿意参加？就是，帅哥载你去兜风夜游。你帅哥？对对对，我帅哥，我的帅哥载你去兜风夜游啊，然后闽南语叫做哥哥仔。啊，你讲，你如果说，刚才哥哥仔，你就讲呵，哥哥仔，你等一下就讲一次，五十三开始，刚才哥哥仔，说哥哥仔好，哥哥仔，嘿，对，哥哥仔好，哥哥仔好，好，好。